文亮医生死了。对不起，陈秋实律师被失踪了，我的微信号被他们封了，我们的朋友们着急万分，武汉的朋友来找我，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，要传播，要把真相传播出去。今天的肺炎，今天的武汉肺炎，既是天灾，也是人祸，更是人祸。他们开始掩盖，把李文亮医生他们的真实声音压制，甚至训诫。后来掩盖不住了，惊慌愚蠢的高调的封城，病毒的残酷远远比不上暴政的残酷，病毒的根源是暴政，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只有彻底铲除暴政，才能彻底铲除病毒，大家要清楚。Si te gustó, regálame un me gusta y suscríbete para más videos.